不是太暗了。哇，1、2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只哎，哪是有大冠鸠？哎，对了，大冠鸠。妈妈，妈妈。那个左次缺羽的又出来了，脚上有食物。哦，没有，它脚勾起来而已。我们来看有几只大冠鸠啊？因为我听到大打开以后，耳朵黑渊啊，但是打开以后听到大冠鸠的叫声，有没有？没有撞麦克风啊？几只啊？八只左右啊，我这是要走了啊。去抢啊？没有，这里是热闹。到底谁脚上有东西不晓得？大概就在那个啦，那个啪啪那一只才是。那一只啊？对，这只才是大怪鸟。这只好，有。那只是飞走，这只没有缺翅嘞。看一下它有没有缺翅，你看飞过来是右翅，你看这只是正，你看这是另外一只啊，对，你看有一只那个缺右翅的，冲来冲冲冲冲冲，没有，哎，黑渊去找它，黑渊，哎，黑渊找它，它往下冲了，胸部，黑渊一攻，黑渊去打它，哎，应该去。有，啊，进去了，进去攻击啊，下去了，应该是不会这么笨，出来，怕死头了，你出来了，不要，黑渊。对，有一只在叫哈，我这只黑渊有大，对。他们，我觉得他们有点要去围攻那两只那个大冠鸠。你还有一只在叫。对啊，这只黑渊一直在看的。这只黑渊也在找啊。太凄惨了，对啊，有点凄惨。